在全国各地都是有摇钱树的传说，说的就像是摇钱树真的存在一样。其实摇钱树就是人们的一个美好的想法，不过世界上还是真的有一棵比较奇特的钱树，我们一起去看看它到底有多奇特吧。这棵比较奇特的钱树是在生长在英国的北约克郡。这就会有人问，为什么这棵树可以长出硬币呢？其实这根本不是树本身长出来的，这些硬币是人为放上去的。这上面的硬币还有很多的故事。听当地人的介绍，在18世纪的时候，如果生病的人可以把硬币放在树上面，自己的病就可以被树带走。这样一说，就有很多人把硬币放在树里面，为了可以给自己带来一些好运气，在这里路过的人也会把硬币镶嵌在树干里面。后来就连小情侣也把硬币放进去祈福，每到过节的时候，这里的人都会给树挂上彩带和礼物。现在这些硬币都长在了树里面，远处一看金光闪闪，真的像摇钱树一样。好，今天说到这里，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。本期视频素材来源于网络，感谢您的观看，拜了个拜。